这不就他俩到的吗？嗯。这车上全是咱们照片啊！哎呀，哎呦，这也太浪漫了。祁连，你看这张，啊，这是这两天照的，对，哦，原来是给咱们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呀、啊，还是得多照相，照相才记得住，对，对，看我哥看跳头，看看这，这太浪漫了，这整的，这好像谁要跟谁求婚。那我可不同意。那咱是要发车？哎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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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堪冲 China， 在这里吃饭是一种好浪漫。咱仨浪漫、啊、也没有浪漫旅行，哥仨的浪漫旅行、哦、看景看景、哎、左边左边左边看着看着呢、哦、小蛮腰这桥按理说应该也是有名的，嗯，广州铁桥。我给你一脚，广州的桥。广州的桥啊，这座广州的桥名为海心桥，海心桥跨越珠江，位于广州中轴线，是广州市首座珠江两岸人行桥，是世界上跨度最大、宽度最宽的曲梁斜拱人行桥。广州塔就是个塔，妈呀，它是写字楼还是啥？那应该不可能是写字楼，它可能是广州是地标性建筑。细看里头，其实它那塔其实挺细的。嗯，它外边这一圈是做的装饰，我估计应该是买票上去观光的。对，遍览那个广州美景。广州塔目前是中国第一、世界第三的旅游观光塔。广州塔建筑总高度600米，向世人展示腾飞广州、挑战自我、面向世界的视野和气魄。因其独特设计造型，成为广州重要的地标性建筑。啊、哦，那里还有摩天轮。啊，这也有摩天轮。它是横着转的，就顶着那样式儿转。啊，行，旋转餐厅，那不一个一个的吗？啊，对对对，那就是。这修是啥？这是个大剧院？哎呀，还是什么广场？这还有一座塔，古塔，宝塔镇河妖。好好好好。这是广州塔南广场，南广场广场吧。涠洲岛倒涠洲。嗯。广州塔南广场位于广州塔的南部，是广州塔南部的一个广场。广场北方就是广州塔。真缺德。嗯。岛二沙，哎呦！我现在看到二沙岛上充满着绿色的草坪，哇，草坪的绿色充满着二沙岛，前方后方都是绿色，左方右方都是二沙岛。二位来了，哎呦！欢迎欢迎欢迎，终于来了，谢谢谢谢谢谢。谢谢好吃咋的了？好吃，好吃，这个好吃，好吃多吃哦。这个稍微有点凉了，但好吃，这凉也好吃。这大视野，你看，诗情画意哈啊，在这儿啊，能看广州塔。
做首诗吧，齐天。广州宝塔高又高。嗯，我们仨来瞧一瞧。好事。怎么样？双层缆车，双层大巴，双层大巴，排排坐。大勋麒麟和毛毛。行行，好耶。把那个给我一个。这个，嗯，流沙包啊。我也有点想吃。吃吗，老魏？我不吃。来了，你都吃啊。流沙包吗？沙包啊。哇、啊。哇、啊。慢下慢下。呀。完了完了，撒身上了吗？哎呀呀，撒身上了吗？正经撒身上了。哎呀，妈呀，这是多么幸福的泥点子呀！哎呀，我不吃了，你吃吧，哦、你这个我看。我不吃了，妈呀，还可以。那我吃，你有点像小，你个小塔兔，塔兔，妈呀，妈呀，我是啥呀？哎，你这还有吗？妈呀！妈呀！哎，我往你上挤一点吧。别，我就得这我这按小笼包我嘬着吃。哦，安全了。这是在道士上。嗯。哎呀，到底整成了？一点点。整成了？笑死你啊！整上整上，好消息，好消息。郭麒麟，整上了。麒麟他呀，弄身上了，哈哈。这还是我第一次在这个巴士上吃饭呢。我也是。哎，是吗？你小的时候没有在大巴车上吃过东西吗？你要说公交车上啊，吃个汉堡啊，没有在公交上吃。大客，大客都是那种，就我小时候长途大客，从天津坐车来北京旅游，坐长途，然后就我就记得特清楚，我坐这边嘛，就那边就过道那边，有一个姐姐。他吃那个烧饼加榨菜，幼小的我当时就一直盯着他看，我觉得老香了，我就是觉得那玩意儿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。我管他要了吗？那没有，我小时候比较内向。你长。那个亚运展馆的那个就是海心岛，它就是一个小岛，对吧？江心岛。风光真的很美丽啊，这里。妈呀，你这，击破点，这是击破点。他，行了，放哪儿好看？小时候就老爱整这个，这能玩一下午的。回去了，这是我来时的路。对呀、啊。南广场。又到南广场。